陈景话剧社年度金钟大戏《人间四神汤》。快点都停下来！太好喝了，好帅！周杰伦吗？谢顶，这是周润发。这头发太酷了。是神树花开，是夜在人间呢喃，是爱，是暖，是希望。你笑准备来写啊？我觉得人世间有很多情事是身不由己，比如说，小曼，我决定我要回去和他们说，我要迎娶你。不要成为罪人，相信我，等着我，现在的每分每秒都是值得的。又一你，不然杨老师说的都是真的。顾小姐您好，有人能给我点空间，给我点自由呢？可也不是什么风尘女子啊。老师，小曼的为人你是知道的。志摩，你还年轻，很多事情你还不懂。我是不懂，但是我至少懂得追求自己人生的真爱啊。再说现在已经是民国新时代，我们要有新的想法。好，你好。可以不要用，但是如果你坚持跟顾小曼成亲的话，我就跟你断绝父子关系。
陈志明。接下来欢迎我们最主要的，就是校长跟秘书嘛。再接再厉。接下来是还有我们的黑衣人。男女主角饰演男主角徐志摩的杜玉峰，杜小曼的吴，还有张幼仪的吴。最重要，我这出戏要感谢的是策划一线，给我们导演帮我们彩排的，我们的大导演陈建文。谢谢。